为什么是尼塔特？无为最强的吸血鬼们，献上九颗心脏而生的吸血鬼之王尼塔特。我觉得太中二了，怎么办？每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心脏，人类们啊，吾定将尔等斩尽杀绝。中二中二的，邪恶的、血腥的、涌动的尼塔特。我觉得我们的铃声坏掉了，尼塔特降临了。其所至之处，自此瘟疫横行。随着瘟疫不断传染，随处可见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嚎不止，失去了妻子的丈夫痛骂着人类的弱小随之而亡。当然，也有数不清的吸血鬼猎人们和尼塔特以命相搏。可他无异于浮游撼树螳臂挡车，被尼塔特不费吹灰之力给杀掉了。那堪称是以压倒性的暴力发起的大屠杀。过去曾实际流行过瘟疫，没准真的就是这个尼塔特导致的呢。世间有这样的说法，肉眼无法看到的病菌终究无法抵抗呢。再加上吸血鬼是九位真主的力量，真可谓是最强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穿这个样子？于是那个最强人类终于开始行动了。到底尺力要多高才可以说我就是那个最强的人类，或者是被称为最强的人类这种称号？我真的是，哼，美国人来了。那个怪物杀了你，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哦，你这个怪物，他是要杀那个尼塔特。来的竟是些以卵击石的人类，我真有点无聊呢。人类，你似乎号称最强的，对吧？那就让我稍微快活快活吧。哼，看我一瞬间就干掉你。来吧，人类，在红月之下愉快起舞吧。神啊，请对此祸害降下制裁。当时和尼塔特战斗的吸血鬼猎人似乎也是真实存在的。据说那个人杀死号称不死之身的吸血鬼，真可谓是劲敌，太热血了。最凶恶的吸血鬼和最强的吸血鬼猎人殊死一搏，这传说广为流传，家喻户晓。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场战斗的结果，能确定的只有一个。自从那天起，吸血鬼们便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。很好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我期盼着，我十年后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，能有自己的一个剧院可以看剧。看电影穿运动服跟荧光棒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真的不懂。他该不会是对那个吸血鬼有所崇拜的吧？会不会这样子？可是他不是在看演唱会，也不需要激烈动作啊，他只是在看一个电影而已。我没有印象看电影需要这样穿着，方便运动。不管看多少次，吸血鬼还是帅呆了，果然是崇拜他。因为我没有搞错，这部电影也超赞的，只是不论我读了多少资料也找不出结果。可是如果是吸血鬼赢的话，那这个世界肯定就在吸血鬼支配下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果然还是好想试试，吸血鬼出现在我面前
从我脖子上吸我的血，你是 M 吧？想想就让我心潮澎湃的。但这终究只是我的好奇心。我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哎，已经这么晚了，有点兴奋过头了。去洗个澡，然后去睡觉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对着吸血鬼喊吸我吸我什么的，真的太母汤了，真的不行。要是让管家戈顿先生看到我穿运动服，他一定会狠狠地骂我一顿的。只能在自己的房间穿运动服，就这点不好啊。抱歉了我的运动服，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让戈顿先生也穿上运动服。等一下在说什么？我一定也会让戈顿先生也穿上运动服的。他是不是有点病？他是不是？那么洗澡去吧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必须要安静的行动。不是啊，他怎么？泪眼汪汪的说：“我希望戈顿先生穿上我这个运动服。”然后泪眼汪汪的跟吸血鬼说：“拜托吸我，吸我脖子。”一想到这个，我内心就澎湃起来了，什么的，这设定真的非常生活。刚刚是父亲，这么晚了，他独自一个人要做什么呢？看父亲的情况，这应该是一条线的剧情吧？那么长，如果你跟我说，哎，他刚刚真的刻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很少有这样的女角，看似正常的一个小女孩，可是却有异于常人的反应。我喜欢这样反差的感觉。那是玄关门关上的声音，父亲到外面去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他的身体一直很糟，除了吃饭，他连卧室都很少出来的。而且只要外出，他一定会让人随他一起。现在又闹出杀人狂的传闻，母亲，最后发现父亲是吸血鬼。你很担心父亲？我不担心啊。等一下，他说什么？哦，擦干净。这款游戏真的太好玩了。如果擅自出去的话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的。父亲，他到底要去哪呢？不会最后演变成要跟父亲说吸我吸我吧？太提防旁人。戒备成这样，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难不成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就照这样，悄悄的跟上他看看吧。悄悄的跟上他。跟踪父亲吧。字体我真的不是很喜欢。少女注意着不让形迹可疑的父亲发现，偷偷的跟在父亲身后。哦，这还好。在路灯那幽暗的光芒下，年迈的父亲的视野似乎不是很远。在他转头的时候，只要躲在阴暗处就不会被发现。这个设定也蛮好玩的。但是如果父亲相距太远的话，有可能跟丢。跟上去吧。
个好像哪里玩过类似的设定。偷看，没那么容易。不，这边，啊，跟丢了，不清，八神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嗯，惨叫声，啊，两个被杀了，而且是两个人。什么？请不要杀了我！察觉到危险的少女，飞也似逃了起来。我要逃吗？我要逃吗？逃离？问号什么意思？我不逃看看，什么嘛？你速度很慢嘛？哎，他刚刚脑海中那可怕画面是什么回事？总之不能被抓住，我快点跑！刚刚那个太……你究竟要做什么？你说话啊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啊，那么多选项哦。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还没选呢。不是啊，你要给我选的机会吧。往上方逃，逃到上面的小巷子吧。是死路，这跳不过去哦。不要过来，谁来救救我？父亲，母亲。消失了。这里是我还活着吗？那个人似乎不在了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呢？为什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话说回来，总觉得是个奇妙的地方，好像异世界一样。不管怎样，必须先确认这里是什么地方才行。好，巡视一下这个地方，四处转转，转。现在不能去那边。哦，有人。刚才什么东西？被人盯着看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是不是我的错觉？这么前面明明有路的，明明有路是被撞到，是不是？哦，好。这我应该没有血量吧？等一下，我被缠上了，完了。似乎有什么人跟着我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。刚那边是支点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哎，
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碎掉了？而且如果是支点，不会是存在支点后面呢、啊？他给的自动存档是存在支点后面，很奇怪，空无一人，而且哪里都去不了了，被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母亲，救救我！嗯，蝙蝠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哦，怎么了？嗯，那我跟着你走吗？等一下，那边是过不去的。哎，过去了，只能去看看了。等一下，对吧？该不会最后回头看吸血鬼才是好人？这边又给个自动存档，这里居然这么大城堡，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哦。因为蝙蝠飞进来了，所以我一不留神也跟着闯进来了。有人在吗？虽然破破烂烂的，但却点的灯。我想这里肯定有住人的。有人在吗？果然有一种被什么人看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确是有人在的。那个，我只想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去见识主人，这边应该都不用看啊。哎，好像要哎。有条路，但再怎么说我也不肯推动它。啊，哦，我现在看到有条路，我刚才随便点一个东西而已。南瓜灯，敲敲我。要敲吗？称赞一下，你的形状真可爱，色泽也美极了。我这是在搞什么鬼呢？哦哦。怎么回事？不过那前方应该会有人的，对啊，如果是密道的话，没事，没有必要跟你说呀、啊，敲敲我哦。哦，这边上不去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想被吸血的愿望实现了，快点来吸我，吸爆我！陛下，打扰了，请问有人在吗？话说回来，那人究竟是什么啊？如果我没能逃跑的话，我现在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那个人和父亲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吧？难道说已经……不要想了，再想下去，感觉会有负面的想法了。哎哎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老鼠。真是的，搞什么啊？进去吧，我想里面肯定会有人在的。这里是……你拜堂吗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？但这个地方是……似乎没人在，至少还是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吧。那个人果然和父亲有什么关系吧？有两个人都被杀了，
也跟父亲有关吧。父亲说不定也只是出于什么原因被叫出去的，他总不会被杀掉的吧？不，他一定是凑巧想在夜里出去散散步的。我会变成什么样呢？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这样下去……嗯，那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吗？棺材？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呢？仔细看，这个地方跟电影场景如出一辙，总不可能是那样吧？打开看看吧，为什么要打开？我这在想什么呢？按常理思考，这里面装的应该就是……居然想要打开它，那样简直是人性扭曲、道德沦丧吧？但是，沦丧一下也没有关系吧？到头来，这里还是空无一人，似乎没路可走了。与其这样莫名其妙的死掉，就算让我做一场里面沉睡着吸血鬼的美梦，也无可厚非吧？嗯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行啊，这家伙也有一些公的。里面有人，而且还在呼吸，不是尸体。这蝙蝠一般的獠牙，难不成是真的吸血鬼？话说回来，长相好俊俏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他的脸，就觉得好安心。你不会现在马上就晕船了吧？你不会吧？仿佛在什么地方相遇过一样。嗯，这也是很老套的搭讪法呢。我好像哪里见过你。忽然觉得十分疲惫。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吸血鬼，但就让我稍微休息一下，也不会一起躺进去吧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吧。父亲，母亲。